各位同心请就坐，我们要上课了。各位同学，咱即马开始上课。啊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真欢喜，搁看到足济老朋友，啊，搁转来，啊，即马。要甲大家探讨的题目啊，是公共事务啦，公共事务啊，甲成本的观念，做啥物代志啊，拢一定爱有成本的观念。啊，今仔日咱坐伫遮的同心。未来拢是啊，决策者、执行者、控制啊者，所以大家，你要计划要执行，啊是要做的事啊，拢爱考虑到这个。成本的观念，所以要甲大家探讨这个代志。因为流氓政府，咱大家看出来所做的代志，里里落落，敢有咧考虑到成本？无啦，因干那讲。看什么比较有好康的？国会议员内底有诶，干那咧表演啦。我哪会安尼讲？真侪讲伫有翕相啊咧诶录音诶时啊，大家都啊咧笑骂啦，都啊咧争取啦。啊，暗时讲大家都烧酒去。啊！安尼大家拢知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咱大家要了解，咱一定甲流氓政府无共款。所以恁大家搁转来，咱是未来要做决策的人，要做啊计划人，啊我还要做执行的人。大家心内拢爱有这个观念，所以有诶动心吼足歹势啦，伊搁趴伫遐咧困吼，啊我那是唔知要安怎讲才好。当然足甘心啦吼，大家转来，啊我大家会要做，我有会啊啦，实在。为即马坐到即马足郁出来啦，有一届大家感觉无要紧吼，大家有啥物问题吼，咱我开放。你若要困啊，讲安尼好啦，我来问一个问题，我也欢迎。吼，啊，因为这个时间重点是这个观念要互大家知影就好啊，啊，其他咱拢会使做啥？做恁私下来问我，还是啥物啊？向我敲电话向我，我拢足欢迎的。好，咱即马要来讲啊，这个问题啊，咱即马就是要来讲，咱今仔日要甲大家讲的吼，甲重点先甲大家讲，咱这个爱知影啦，啊，其他呀啊，拢是咧讲观念啦，啊，到尾啊，这个爱知影啦。这两个部分啊，
爱了解就好，啊，其他无要紧。你咧执行的时候，你一定爱想讲，咱甲人民靠偌济税金要做这个代志，人民有利益啊无？这都爱去考虑啊。哦，你爱家己考虑，无要紧，你拢发声，无要紧吼，咱大家拢安尼较有精神啦。安尼，感谢大家来参加，大家家己拍破啊，这里。足感谢啦吼，安尼大家精神会搁较好一个吼。什么叫做公共事务？他都话讲过啊。公共事务是啥物？咱爱解决人民的问题呢。人民有啥物问题？你做执政者的，做官员，你领人的薪水，你都爱去想。咱爱予人民的问题，等于爱甲解决。过来，爱个满足啊人民的需要。伊即马需要啥物？啊，袂使讲啊，我们的条件啊就是这样啊，你不符合啊这个奖励啊补助的要件嘛？有诶。各单位拢咧推啦，咱啊执政，这个拢袂使哩。你咧做唔到也无要紧哦。你那是拄啊咧推杀，干啊咧打太极拳啊，这绝对袂使哩。咱那去啊解决人民的问题，甲满足人民的错啊这个需要，你那去做唔到去啊。咱那既然讲伫国较面顶的这些人，大家拢看会到，确实你咧做这个代志，那是啊，真正安尼咧做，咱人民拢会啊看会到，会感受会到。过来就是啥？啊，咱社会好啊啦，就是社会的福利拢爱做较到，咱绝对袂使。比流氓政府也较啊烂，啊个较无遐多好达成。我一个查某囝啦吼，伫英国转来，我甲问，生囝免钱啦，啊个牛奶粉头领啦，啊个啊，互你饲啊。国家饲你啦，安尼大家唔只敢生，啊咱家咧，哦真正，大项拢爱家己啦，所以少年人都唔敢生囝，这都、就是，这拢是啥？这个社会福利都无啊。吼、哦！啊，社会福利无，啊，大家为着要食三顿，薪水阁无增加啦。啊，这个、目的伫在，伊若要选举啊，讲，咱迄个预算啊，外管预算啊，讲要来啊做啥？迄、那个讲为七月开始啊，特别阁加薪啦。迄阵啊，要选举以前，是毋是七月迄阵啊，都公务人员都加薪？根本的，伊讲依法行政啦、啊，欧北来，他自己的设的法律在行政啦、啊，所以咱去想，所以讲咱爱特别会记哩，这个代志，咱等来啊，法律典章教义，安尼对唔对啊？啊，咱这就是因为爱有这个情形，啊，个咱国家的安全吼、哦，来定义一个啊，这个制度啊来做的事务活动，唔是，迄那迄警察吼，啊，甲你下落来，
啊，你也少啊加讲一话，我在执行公务。什么公务？什么叫做公务？实际上啊，这拢是啥？伊是一个事务的活动的，因为是和这个交通，伊讲交通警察要和这个交通较顺畅，唔是伊咧单讲啊，你啊来甲你动来，要甲你指点讲啊，你带违规，啊无伊凊彩拢会使甲你牵呢。有诶，伫外国啊，安尼有诶吼，迄、那个碗卡，迄、那个专门卡油诶吼，车都甲你动来，伊无甲你讲你违规啊。啊来，前灯、后灯、刹车灯，顺序呢，看待会使开单诶啦。安尼恁清楚无？这就是安怎进行？这就是讲，伊诶责任是讲要保。和你的安全，会来检查你的刹车灯。啊，你的刹车灯呢？若无去修理，后壁就甲你弄去。啊，伊的讲法是安尼啦。啊，实际上啊，像安尼的事啊，敢一定爱开罚单。这就是家己去思考啊。有诶讲啊，你刹车灯来。啊！警察车后壁拄啊有迄个资料，啊，甲动来讲，安尼好来，刹车灯一粒才几块银仔的电费，啊，你动来，啊，你无刹车灯来我遮有啊，波波的倒倒，你开的搁行，安尼会感想安怎？开罚单，甲警察车内底揢几粒啊刹车灯，安尼感想恁大家想，你的感想安怎？一定无同款嘛，所以咱安尼执政啊，一定爱去思考这个问题，类似安尼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啊，一月初咱这个啊新春啊，啊有回来参加，请举手一下好无？好，感谢啊，有诶呐，足济无回来嘛吼、哦，所以我因为要提啊。咱这份的报纸给大家看，咱的一个叫做舞台顶吼，就是这个的叫做啊背啊做后边面吼，就是安尼啦。这大家看，啊，咱啊做啥？迄个叫做。咱这份应该大家无分嘛吼，大家应该，咱这个叫做啥？旧历的新年啊，旧历的新年，咱订一个报纸，大家唔知知无？中国日啊，中国时报甲这个联合报吼，那是这个背面啦、啊。所以要甲大家讲，咱的原则是啥？啊！都一切为百姓设想啦，安尼足清楚，爱大家记伫心里，爱足清楚。秘书长所交代开出来支票，我定安尼讲，有当时啊讲啊，较歹势啦吼。我讲，你若咧执行的时，啊来叫你来做这个官位，开出来支票。你不能兑现啊！请你落台换人做，爱会记哩啊！咱开出来支票，都要兑现，有困难当然拢爱提出来沟通，袂使讲开出来支票啊，无兑现的，我可指提你。马英九第二枚时。开出来，伊讲633若无达到要安怎？讲伊的薪水啊减一半啦吼，这大家拢知嘛吼。啊，唔知有减一半无？佫增加嘛吼？对啦，家己佫增加啦。
像安尼，那伫外国，所有人民拢爬起来，你无法度做阮的领导者，爱请你落来。啊，咱遮咧，啊，这要做啥？这政治啊，政治莫插，啊，政治莫插，大家惊到要死的。我定坐计程车来，我甲计程车讲，我甲计程车讲，我话到本啊啦，剩的就是要替咱台湾人民做一挂代志啦。安尼，我讲一句，因为我叫阮老爸叫阿多山，叫阮老母叫卡江，安尼你就知影讲我。差不多几岁人呢？好、哦、啊，应该是到不了。那咧替社会服务，啊，咱就是为最基础的做甲啊，伫教育界应该是教授都上悬啦。我搁讲座教授，你啦，爱会使做到七十几岁啊！啊，我那是，这都是爱甲大家讲吼，做代志啦。我结论的时候，会去讲着啊，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希望大家拢有这个心，咱台湾过无偌久，咱就要七千啦，对唔对啊？啊，足感恩啦，足感谢啦！咱即卖要来了解成本的问题，吼啊，大家啊，知影一下吼啊，这咱拢成本甲支出是同款啊，这文字上的叙述，咱迈过去讲起来，有带随身带来啊，确定啊，会使扩登去，吼、哦。扎随身碟，因为我闹上过我的课，我以前拢有安尼交代啦吼。因为我伫研究所开课的时候，我拢甲研究生讲，我上课你带笔电来，啊，笔记电脑来，我讲到遐你去上网去找，安尼，互恁了解，袂使讲啊，这个教授啊，当找。嘴啊，咱嘴甲讲甲全破，啊，毋知对啊，毋对，啊，你上网去找啊。所以我若要甲大家讲，若有带笔电来的较少年的，咱讲甲遐另外去上网去找，安尼才会了解讲，咱伫遮上课所有的讲师，大家拢是啊，足认真啊，足啊啊。投入啊！咧教大家上课，所以大家来遮，因为恁大家拢交钱的嘛，拢摕钱来的嘛，拢啊爱有收获带回去啦。安尼唔只我咱了遐钱有价值，啊无交钱啊，那混一个文凭啊，都唔是咱的目的啊。所以要跟大家讲个清楚吼，用这个观念，予大家知影，成本啊，哦，那会使讲叫做支出啦，支出会使甲算成本啦，啊，实在支出内底吼，有两种现象啦，一种是啥？咱支出了后，有超过一年啊，也未用了的，哦，啊是讲金额较大的，哦，拢把它买啊，叫做资产啦。啊，那是啊，这个支出啦，那是啊，用了的，
效益较低，啊，已经一年以来啊，金额较少的，啊，叫做啊，费用啦。啊，那一切有这个价值的存在吼，有相对收入的产生，啊，这个没有相对收入的产生，就是损失啦。好，啊，这是让大家了解讲，指出，咱大家来这上课，拢爱付成本的。是不是一定爱嘛？啊，所以讲大家都爱认真讲，一旦有这个观念啊，能够有这个收获吼，啊，带一挂观念进去，咱会使用这个观念，你在平常的时候，在平常的时阵来用，咱举一个例啦吼，有的人。讲，那听讲以台北为这个例啦，台北，台北起码讲啊，有诶，伊住伫叫做啊内湖，要去台北车头，有几个方式甲台北车头啊？有诶讲伫内湖坐一班公车，啊，就甲台北车头，一班公车伊诶一站爱开偌侪钱？哦，十五块。伊讲啊，我坐捷运，啊，坐捷运来，爱开偌济？哦，20块、30块嘛，你讲30，吼、哦，那是安尼考虑看卖。咱是要用公车，还是要坐捷运？我要甲大家讲吼，即有当时啊，咱个。李王政府伊讲，阮因咧算讲，你爬起哩，甲遐啊，载一个偌济，伊咧算这个成本啦。伊要因遐乌白开袂紧，啊咧，甲咱遮个人民啊收钱来付这个钱。啊，公车我走遐远，啊，15块，你要坐捷运都要付30块。啊！你去选择啊！你要用什么？当然，这就是时间的问题。啊！我要甲讲吼，要甲大家讲，有一个国家的捷运啊，爬起哩，拢15块，看你坐两站还是坐五站，拢15块啦。开头啊，坐到尾啊，15块啦。有闲来安尼来算，安尼来算的目的伫带。大家思考这个问题，这个捷运是人民纳税来做的，对唔对？啊，哪会讲爬起哩分你的距离，住伫淡水的人，都爱要来台北，都爱留较侪钱。住伫台北的人，啊，要到台北，哎，捷运就较少钱，是安怎讲？咱爱去思考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安怎？啊，无钱的人，无法住伫台北市内嘛，刷去淡水啦，刷去啊新店啦，刷去啊，去安讲内湖去啦，这个人。无钱来买台北市内遮个厝，啊，都无钱啊！即卖你要入来市内办代志，佮甲你处罚，你爱付较侪钱，安尼敢对？去思考这个问题吼，大家爱去思考这个问题。这以后咱啊执政的时，是毋是我爱去思考？伊安尼就是啊，鼓励一下。厝价嘛，这个所在的厝的价，看嘛，较贵嘛。啊，有钱的才来住嘛。啊，无钱的住较外口，住较外口，你都爱去了这个时间，啊，佮了这个钱去嘛。所以安尼，那家依照咱的观念来，伊都是鼓励安怎，鼓励有钱的人来住到台北市嘛。啊，无钱的人住到。较真卡哩嘛，较袂来管我嘛，
所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吼，我这个拢是提出来，予大家做参考。你下摆执政的时，你做啊军事也好，你做什么也好，你爱去如何去考量说，你要予你这个啊军内底，予这个人民，拢无论伊住伫什么所在，拢共款。好，大家有这个啊观念，吼、哦，啊这这好做参考吼、哦。啊，咱这吼、哦，咱起码搁讲这个问题吼、哦。成本啊，考虑啊，若无去考虑到，啊是忽略到这个成本的问题啊，什么后果？那家讲以前讲冰岛啦、甲希腊啦，国家破产啦。啊，是安怎破产？啊，都乌白开啊，乌白甲你自在啊，即马就是安怎，拢是这个现象。自在一直就款啊，这迄、那个叫做啥？再留子孙啊，这个就在小乌白甲你开，无甲你节省啊，互你以后老百姓去负担。这就是这个现象吼，啊，让大家知影者。咱即马吼，这都爱知影吼，咱这爱知影吼。咱成本，咱要了解讲，伫这个公共事务的时啊，咱要去了解讲这个成本啊，这个成本有啥先天的限制？咱台湾无法度甲美国比，台湾无法度甲巴西比。因的天然资源相当丰富，因啊无钱啊，迄、那个巴西甲美国讲，我亚马逊啊，迄个流域啊，亚马逊河的流域啊，我在森林要砍掉，美国都惊啊，讲卖啦，卖砍啦，你爱偌济钱，我借你啦。啊，这都有的是安尼啊。但啊，因我有足侪天然资源，咱无法度干比啊，所以咱都爱去思考，咱爱朝着什么国家来啊去思考？新加坡啊，新加坡有鞭刑，他也是蛮先进的啊。咱是唔想爱用鞭刑，咱无可能拢去迄个要做啥？迄个监狱，荷兰入去遐去。纳粮啊，所以真济好个所在爱去倒一个国家，吼瑞士，人是按伫世界上会必存生存，啊伊若无啥物资源嘛，吼伊就发展观光，吼发展精密手表，类似手表，类似吼大家去思考，价值很高。但是材料很少，好、哦、类似安尼观念吼、哦，所以讲这都啊，甲咱要决策的时啊，要做决策的时，爱先考虑到安尼，好、哦，咱拢爱去考虑到哦。啊，第三点啊，啊，咱的目的是啥物？目的是拢要是以国家的目的是啊，国富民强啊，人民寿命。啊，很健康啊！大家像有诶，咱遮诶先辈，我拢话大家作用咧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啊，那企业就是讲伊要创造最大的啊价值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咱遮吼要执行诶时啊，诶使命是虾米？咱要执行诶是虾米？即要执行诶时，都爱啊在。咱有这个权利，到这个义务啦，来创造这个最大的利益嘛。咱台湾，咱不爱去绿色发电，咱不爱去用绿色发电，用啥？用核能发电。这个决策上，都认为较先进的国家。有的核能就在拆呢，
都无咧发电啊咧。啊，因个设备啊来袂好台湾啊。啊，你要做决策的时，你也去思考这个问题啊。袂使讲去到一半讲，甲要停起來。啊，即卖你看，咱这个个又什么？活火山呢？迄个火山是大屯，迄个大屯山，这个是什么地址啊？瓦灰山呢？大家唔知知无？这以后哪一爆啊？在台北盆地完拢完了，啊边啊阁有啥核电厂？所以大家爱去思考这个问题吼。啊，这拢予大家来看啦吼。这我拢我，吼，这个规划啦，规划内底吼，爱有这个过程吼，这大家拢用时间上吼，要五分钟啊，我所以这拢带过吼，予大家安尼看，我袂阁讲。啊，这就是讲，伫这个管理制度的系统内底。啊，甲这个成本啊，会计功能内底来做啊，成本管理的重要性，是为啥来拟定吼、哦？来这个定这个要做啊决策啊，来做计划啊。当然，伊这边爱都爱事先都爱分析啊，各种有关的资讯都是诶，这个情形。那讲才发现到。火山啊，那会使搁伫只那边起啥？起这个要做核电厂，啊，这就是资讯的不足嘛，啊是啥物？拢咧起的是啊，拢啊，面顶的上官的官员讲啊，安尼要安尼做，要安尼做，敢有咧做分析？拢无嘛，啊，再来做过话，啊来编预算，啊再做一个控制，啊再来啊这个啊。责任中心就是利润中心啦，对啊，啊，搁过来做考核，啊，这个就绩效报告搁回馈来，啊，来做安尼，咱这个就是讲管理系统啊，诶，控制管理系统，啊，甲这个啊，有关成本方面的一挂诶功能啊，互大家做参考吼，啊，咱。过来，爱重要就是讲成本的观念吼，咱这拢是一个名词的观念吼。当然，咱这不爱想讲吼，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，吼，大家爱了解就好啊。这安怎讲？五种决策上重要的啊。成本的观念啊，拢有当时啊会变安怎？无考虑到，还是遗漏掉，还是没有啊？考虑到是安怎？有的都无了解嘛，有的确实无了解。就这几点吼，成本吼，咱爱去了解，可用得控制，甲免控制，啊，甲有关甲无关，可免啊，甲不可免。沉没成本啊，或者啊，啊个复现啊个机会成本，好、哦，这几项吼、哦，啊好，爱大家爱了解，因为机会成本，咱讲机会成本就好啦。咱啊起一间厝，这间厝目的是啥？咱分几方面来，要家己住，还是要租人，吼、哦，还是怎啊要卖出去？分析。做一个对咱上有利，吼、哦、啊！做一个上有利啊！这啊，第二个就是伊个成本啦，伊叫做机会成本。啊，咱上重要、上重要就是讲成本的原则一定爱知啊！吼、哦，成本的原则一定爱知。咱主要成本原则就是讲成本效益。好、哦，加啊，做效益，咱一定爱较大成本。啊，这就是讲成本，吼、哦，咱效益，吼、哦，被啊成本一除，啊，就是一本比。那要讲一本比，咱啊基本，啊咱基本吼、哦、有讲到，
大家等下唔知道有去看无？这本是啥？咱来去三回啊！啊，咱要定啊，台湾啊，公民权利法案送到美国去，美国再退回来，再送去，再退回来，来回三次才定案。所以这本等下大家拢爱看，你要做啊政府官员，你爱先了解这本。啊，来。这就是安怎？咱啊讲预算啊，第29条内底啦，咱小于一的这个预算啊，爱大小排列，小于一的不能执行。这就是防备蚊啊管啊个，甲什么情形？你若小于一的，你若个执行嘞，啊，你就是内底一定有问题嘛。好、哦，这就是要给大家做参考，足重要。好，啊，可能耽误一分钟，要甲大家做一个结论啦，吼、哦。公共事务啦，要有成本的观念。啊，这个成本的观念就是啥？要做好了事情，吼、哦，做啊，做好事情。这个代志作为啊，就是讲。对人民有利，好、哦、啊！大家需要，咱爱去做，好、哦、啊！甲做对了事情，啊！这个这个、就是讲，因为我有当时咧教学生，有诶人去问我，我拢会安尼甲讲：你毕业了后，你的工作态度就是你未来成就的啊高低啦。所以讲态度上重要，啊，各要有心，啊，一定成功嘛。希望大家，咱爱为人民设想，安尼对唔对啊？啊，一定爱有心，对唔对啊？感谢大家，咱今日到这，谢谢，感恩。各位同心，我们下课休息，然后2:50，2:50准时上课，能点50分吼，咱准时上课。